大家好，今日是11月10日，个市又唔掂啦，又碌咗落去。咁首先我要睇睇，好多人都话：哎呀，个市好难睇，唔知点睇。咁之但系，我想同大家讲嘅就话，大喺今年嘅系3月度，我已经话只阿里巴巴可能有啲唔系几好。第二件事，跟住就係會喺呢個5月度，我就話估個市可能會碌到落去11月度。咁其實點解會有呢啲咁嘅估測咧？咁樣樣，